你这算是干什么？他们一定在到处找你，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。排长，你处分我吧，只要别叫我下车，怎么的都行。 算了，排长，我听说你有一次服了5、6处伤，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呢。谁告诉你的？嘘，把灯关了。 左边又发现了个地堡群，看见了。 喂！出击了！出击了！出击了！敌人出击了！出击了！啊！出击了！敌人出击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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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准备战斗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开枪。让咱们的步兵给吓跑了。刚才多危险，那辆坦克可能是敌人出来寻找坦克出击道路的，看样子敌人进攻的规模一定不小啊。这么说，一大批坦克从那里经过。是啊，
在想什么？炮长，像你这么大岁数，干嘛还来参加抗美援朝呢？哦，我当过游击队，打过日本，解放战争打老蒋，这回赶上抗美援朝打老美，我能不来啊？刘平，帝国主义不消灭，你就别想过和平日子。是啊，你可算是个老革命了。我是一个老兵新战士。我要是跟你们，真是差得短了。哎，看他，我要能够锻炼他，像他那样，就哎，刘平，刘平，快拿水来！刘平怎么了？没水了，刘平，救济水。刘平，排长，我出去想办法弄点水去。不行，万一暴露了车辆，咱们整个的伏击计划就完蛋了。哎，他妈的，敌人还不出击。决定开电扇，每人到电扇下面来吹一分钟。不，我不需要，现在电比金子还宝贵。要不把我的给柳平吹吹。柳平，不，排长，我已经好了。王大刚，你来。排长，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好吧，同志们，敌人什么时候出击，我们不清楚。